四个，太有劲头，是那钢筋的味，哎，铜锣卖的肉，它会磨到很多肉，它再咬合在一起，但是我会觉得有异物感。这是一种团圆的意思吗？哎，铜锣卖的肉，它会磨到很多肉，它再咬合在一起，但是我会觉得有异物感，是的，太有劲头了。因为我有问一下说，哪像你现在感情状况是归零？我跟你讲，做女生嘛，你真的老实说，有时每次只要不想谈恋爱，其实只是那种告诉你不要想谈恋爱，不要想谈恋爱在催我自己，但当然还是会想啊。只是，但是现在要的东西不太一样。最近有留意的对象？我最近没有聊天对象很多，倒是真的。蛮享受这种感觉，因为以前都觉得太快要马上，因为马上交往饭，然后有时候是真的就是被拍到没办法，直到我就这样，一段在线太短，丢脸。择偶条件，对啊，你要帮我报比较好的对象是吧？他要顺眼啊，第一要顺眼，然后要善良。我觉得孝顺非常重要，然后再来我觉得也要很爱笑，然后还有幽默，会逗我笑。所以我聊了心事，所以其实很早就开始心。那现在就是很想我非常的想他。我们其实这几天本来说好一起都要见面，其实我们在一起，现在只要提到他，我就会这样，所以我就就是天使。那我自己，我觉得我一定要更坚强去面对很多事情，然后反正有一天我都会是天使，我可以很体